我想去！是你记不起来了。我是清云谷的李修宁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回记忆的。快！剑法、丹药、符阵，都是成为捉妖师的必备技能。小妖精，快放开我师兄！ 小青，可若有一天你有心爱的人，你就会理解我了。妖物祸乱天下，只有成为捉妖师，除妖护民。小青也种得很好的好树，他居然这么快就好了，我看他也是妖怪。人和妖在一起，会为世间所不容。只要这个小青消失，修明迟早都释怀的。只有你死了，修明才。 回此事！收了妖怪！你以为你跑得掉？别让他回妖怪之力！小青，乖。